下载 APP Inventor 的范例哈，那在专案的地方呢，我们先开第一个，这个 Sample One 对不对？开起来是这个，那怎么下载嘞？要选导出，导出就可以在我们的电脑里面，那就可以分享给别人。我先把它点导出吧，那就出现 Sample One AIA 对不对？一样，我下载第二个，再回到我的专案，这时候再点 Sample Two。专案在做导出，好来一样再点到我的专案 sample 三，再来做导出。那导出做什么呢？我可以放在云端硬碟跟别人分享啊，这是我们 Google 的云端硬碟分享。来，我把它丢进来。好，我放在我们的课程的地方，程式的地方。那这里呢，建一个叫 AIA 的上课范例。来，按两下进来，接着再把刚刚下载的档案把它传上去，你就可以下载，就可以使用了。这个，所以你下载完，我们今天的范例也在里面。这个，这第一个，那第二个呢？我们回到 App Inventor 来，老师怎么载入嘞？专案的地方可以做什么？汇入，汇入就从你的电脑把它开起来。